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小百科动物篇，今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马王 Leech。 马王呢又称为水蛭啦，或者称为陆蛭的，咁佢系环节动物门蛭纲嘅动物，喺世界上咧大约揾到300种类似嘅动物啦。咁呢种嘅动物咧前后各有一个嘅吸盘，体节数咧大约有34节到啦，体长因唔同嘅种类咧有差异嘅。咁佢哋咧就分布于淡水或者陆地嘅噃。咁马王咧分布喺淡水同陆地嘅时候咧，你睇下呢两幅图，一幅咧就喺叶面上面嘅，一幅咧就喺啲淡水同埋陆地嘅交界浅水地当中啦。咁水蛭咧就会吸食鱼类啦、两栖类啦、鸟类啦、兽类嘅血液嘅噃。咁陆上嘅蛭咧就系、吸食咧哺乳动物嘅血。咁呢一幅图咧就讲到咧鱼嘅嘴旁边咧就有一个水蛭噃。好啦，呢两幅图咧就讲到咧喺陆地上嘅陆蛭咧吸食紧哺乳类动物嘅血。而呢一个哺乳类动物就系人类啦。咁呢个嘅水蛭或者陆蛭咧，佢前面咧个吸盘有三枚咧好尖锐嘅牙齿嘅噃，用以切开咧宿主嘅皮肤。由于佢哋嘅唾液当中啊有麻醉伤口、扩张血管同埋抗凝血嘅物质，故此咧宿主咧系唔会感觉到咧被附身嘅噃。由于有呢种嘅特点啊，有啲嘅马王也因此成为咗医疗嘅用途嘅噃。你睇下呢个人嘅手咧伤咗，咁咧透过马王咧去帮佢吸血。咁当然啦，我唔知佢背后是处理紧乜嘢嘅病征啦，但系医疗队上面咧就用得着噶噃。咁一只水蛭咧系可以吸食与体重相同嘅血液，然后咧就可以15个月都唔食唔喝噶咯噃。所以咧水蛭咧系有咁特别嘅饮食习惯同埋能耐噶噃。咁喺圣经箴言30章15-16节咁样记载，马王有两个女儿，常说吸啊吸啊，有三样不知足的，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，就是阴间和石胎、浸水不足的地并火。其实在箴言30章这里呢就用马王和其他四样的重点不同的事物去讲解，原来呢有不知足永远都会不满足那种的特点。正如马王呢在这里比喻就有两个仔女这样一路是这样吸血，是这样吸血，永远都不足够的。其实这里是要凸显出不知足这个的特点的。那我就想起在提摩太前书6章6-10节这样讲，司徒保罗在这卷书信提醒众圣徒，他说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。一个属神的人如果有知足的心是对他大有益处的。他们敬畏神
再加上知足的心，是对整个人的生命是有很大的益处。因为我们到世上没有带任何东西来，亦都唔能够带任何嘢走噶噃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正因为呢一种能够知足嘅生命特点，就令到基督徒唔会像世人一样，为咗要发财就陷喺迷惑网罗当中。唔单止因着贪财系万恶之根，而是更可怕的是，为了贪恋钱财，有信徒会离弃了真道，并且因为贪爱钱财，贪财的是万恶之根，为了钱财作了许多伤害自己的事，就带来自己许多的仇苦了。所以使徒保罗因着人进到这种贪财、迷惑、离弃真道，充满各样的仇苦，成为众人的尴尬，叫我们一路去学习敬畏神、遵行神的话语的同时，记得求神都加添我们知足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一生都在属灵的市场上大得益处。好了，今日圣经小百科动物篇马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愿神常常保守我们敬虔加上知足，成为一个充满属灵益处祝福的人。再见。